体验化，有粗到细，竖化，垂直向下。不要太粗重，用垂露术。横细竖粗，竖画向左下方斜。今天要写的短一点，横要细，间距要小。到这个地方，轻轻提按，让向左下方斜的铺上去。这个撇用竖撇，提笔的话以左部撇画，这边提平。向下，垂直到这边向左撇出去。这个竖画用悬钉竖，提笔越高一点。所以高低的错位。间距均等，这个宽窄要有变化，高低要有变化，这个要垂直，用悬钉竖。整体这个字的话，笔画相对要细，这两个笔画相对要粗，所以长短要有变化。